你什么意思？我才是你最重要的朋友，你可不能见色忘义。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打死三小姐？醒了就好，你快点躺下休息吧。着急见你，他也躺不下。我有许多话想跟你说，也有许多事情想要问你。 我也有许多话想跟你说，我就看看，不说话。我走，我走。 我知道缘分这东西非常奇妙，但是呢，你们一定要注意克制，注意身体，注意身体，注意。啊！成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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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成儿。 你兄长醒了，但他现在没空搭理你，世子没空理我。要不咱俩聊个天？